生活宝宝又来吧。今天是周四，游戏更新，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大家都期待的休闲玩法。不是我说，策划就不能搞点新模式吗？这大夏天的上什么圣诞模式？没办法了，只有这个模式啊，是两个猫。哎呦我天哪，这么大的煎蛋，吓得我都瘫了。你们说在这个模式选谁最厉害呢？我感觉土豆还可以啊，不过还是后期厉害，前期好像一直在挨揍呢。等我的三级香水之日就是你的死期。为了解锁这个模式，我还花了1000金币解锁了第三套卡组。我看着有些卡也不适合这个模式啊，这挨揍了像踩了玻璃一样。还有啊，这不科学，我的轮怎么对汤姆不好用啊？这个汤姆不是暗恋土豆吗？哼哼，我的香水已经三级了，打你丫子，让你刚刚欺负我还想走。想发火，哼，不给你机会，扼杀在小摇篮里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说在这个模式中适合什么猫呢？图茨怎么样？还想抓我家海盗，快给我放下来，看我挠不挠你。这个汤姆是不是喝醉了？喝醉了你就回家睡觉啊，你来追我干嘛？这个剑客是不是我们的干得真棒？哎，汤姆是不是要趁人之危？好啦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啦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哦。